第31题，釉涂为许多食品或药品包装内常见的脱氧剂，此种脱氧剂的主要成分为铁粉，利用铁易于氧气反应而消耗氧气，降低包装内的氧气浓度，可以延长食品或药品的保存期限。 关于铁粉在上述反应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国中所教的氧化是跟氧作用，还原是失去氧；氧化剂是让人家氧化自己还原，还原剂是让人家还原而自己氧化。我们从叙述当中知道，我们的铁会去跟氧作用，所以我们的铁粉发生的是氧化反应，而它就作为还原剂。因此，第31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铁粉在上述 反应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进行氧化反应当还原剂。